喜欢吃，像你刚才说你喜欢吃米啊，那我们台湾有很多小吃哎、欸，你喜欢吃什么？哦，小吃还是喜欢印象很深刻的，来到台湾吃到什么？哦，好吃，有没有？哦，啊、哦，我最喜欢珍珠奶茶、巧克力、白地瓜，哦，都甜的，甜的，哦、都甜的，哦，我。哦都甜的都可以。我想说大家会不会是那个乌还是那个胖已经开始帮他点的哦，真的。那你有收过大家送你什么东西印象很深刻的有没有？啊哦，送什么？哦，가장많이받는건真哦아니그선물기억나는거어어아뭐쇼什么？我会说，嗯，鞋子，韩文鞋子啊。哦，真的，为了你去写韩文，然后我就是为了要写信给你，哇，然后去学韩文，写韩文呢，是不是台下的？赶快勇于承认一下。哎，有没有喜欢都会真的去学韩文的？有没有？赶快有的话，赶快举手，赶快举手，赶快举手。哎，有没有现场？有没有？有没有人因为喜欢多会去学韩文的？哎、欸，这边不能自肥，手放下。哎、欸，真的有没有？哎、欸，那位手一直没有放下来了，真的哦。一句话向多会表白啊，但是要用韩文哦，要他听得懂才算哦。我们台上台下表白哦。那位先生先好了，一句话，嘿啊、哦，你怎么喜欢多会？一句话，来站起来，可以站起来，站起来，大声哦，啊，多会要听得懂哦。啊，什么？你都敢讲起啊啦？什么？阿拉谁？阿拉谁？什么？阿登道哦，阿登道哦，阿登道，这句话什么意思？漂亮美丽啊、哦，漂亮美丽啊、哦，好有心机哦，就直接称赞人家漂亮。这句话有没有中？可以吗？可以吗？哦，可以吗？哦，可以吗？那、啊、另外有一个女生也有举手，对不对？来，你也补一句，你也补一句，女粉丝，什么？안녕하세요，你好，안녕하세요，안녕하세요。哎，那我要请问一下其他的女孩，有没有因为多会来，你们的韩文也变好了，会吗？还是你们有趁机教她台语之类的，有没有？有没有？你会讲台语吗？台语，会吗？来，哎、欸，我们来到高雄，你们不要教他一句台语。什么？黑古北上我北二吧，黑北三。嗯。啊。哦，他们现在在信学了。都会。嗯。我是李都会。哦，来 ，one more time。哎，讲台语哦。我该应国勇。哈哈哈！哦，再变，你们听听看。我嘎一锅油，有没有听到？有没有听到？我嘎一什么？耶！掌声！真的是太有诚意了，太棒了！哇！我们今天呢，欸、我们开放现场粉丝一个问。大黑戏，안녕하세요。제이름은유유이입니다。유유이。이요。너무반가스반가워요。哇！谢谢。사진같이찍어도되나요오그와와와빤니아찍어도주죠하여可以拍照吗可不可以呀、啊？我都让你这样问了，还是不可以呀、啊？你有没有抽到前面二十个？没有。切吧切吧，不太可以，不太可以。他们真的这样子韩文大聊起来了哈，真的是很无视我们。哎、欸，怎样？
你都会说好了啦，他说可以就可以啦，我也不方便再帮你多说什么了，我怕下面人等一下不放我不放过我，可以吗？可以吗？哎、啊、要一起合拍哦，一起哦 together 哦，哈，一起哦。好了，你们都不举手，我只给勇敢的他一次机会啊，就咔嚓一次哦。来，我们请公众伙伴，公众伙伴帮我们接下他的手机。哎，参加活动叫你们举手，要举手好不好？你看后康的就被人家举手了，就给人家问去，然后人家问可不可以合照，就真的合照了呢。啊，只有这一张了，只有这一张了哈、哦，没有了，没有了。接下来我们要呢，要进行下一趴了。我知道你们的心，我知道你们在淌血，很不想要拍手，对不对？不想拍手，好，这位粉丝，谢谢你。你好样的，算你狠！哎，人家有学韩文啊。好了，那接下来我们要进行下一封。麦克风现在在谁的手上？哦，在东辉那边。好，来来来来来来，来哦！我们先请我们若彤来帮我们出啊、哦，一个人是两题，对不对？好，先帮我们出第一题。我们的名字吗？你在看我们的名字吗？好，先来一个转身题。嘿、哦，请问，对，我们未来是最近的捷运站啊，是什么捷运站？我刚才也有考哦，哪里哦？啊，我们看看一二三谁的手最快，你来听好不好？那我一二三未来是哦，好来哦，一二三。我觉得有一点小声，可以再一次。你看，我觉得有一 点太小声了啦。我相信大家的热情是可以更大声的，好不好？是的，一二三。哪一位？我听到了，我听到你的声音了，来！哇，直接青浦站，恭喜你！来，我们的送礼物，来，谁出的题我们就谁送，好不好？我们请我们若彤来送出他的第一份的有奖征答的礼物，上台上领。哎，领奖就好了，我们没有拍哦，我们领奖哦。然后领完奖呢，右手边我们要签收，找我们右手边的美女。来，若彤第二题，来，太快了，太快了，是不是？没有啦，我们很公平呢，我们眼睛都没有眨呢。哦，来再出一题，未来是，我要问一个有一点点难，但是应该很简单的问题。哦、好，太好了，谁可以把我们今天来的女孩的名字通通讲出来？哇，这有一点点的小难度，但我相信大家应该都 OK。上面都写了。哎，对啊，哎，真的嘞，很大哦，真的很大，哎，很大还很大还不好说，你就完蛋了，要好好说哦，哦真的哦，真的哦，阿姨要喊一二三哦，一二三，哎，哪一个？哎，你们一二三完之后手就放下了，你们叫我们怎么点？再一次，来，手放好哦，准备哦，一二三，哪一个？女生，上面那个，对，黄色衣服那一位，哦，你好遥远哦，没关系，我们等你，我们等你过来，我们等你过来，我们等你突破那个人群，大家借一个小小的位置，让他再远的手，我们都有看到你耶。我们若彤真的人美心地好，他就真的选一个，他看得到最远的最远的另外一位美女来，美女你说。我们五个叫什么名字？若彤、慧莹、多慧、小紫、心玉。啊！掌声，送，这个应该送了哈。哎，他完全没有落拍耶，他用看的就知道你们叫什么名字了。抱一下，可以，只有你可以啊哈。啊，等一下不可以再讨抱了哈，没事啊。来换下一位，来下一位是谁？出第一题，我来问一些数学题。数学题，就让你们慢慢的算一下。我想问一下，我们达利未来市的房型有几到几房呢？哦，几到几房？哦，现在如果预约看房、完成看房哈，程序还送礼物哈。有人知道吗？来哦。好，预备，一样是一要数到三，然后喊未来市。安妮哈，很有地耶哈。安妮好，嘿，安妮，安妮好，对，哎，
笔的就可以心灵相通了呢，哈、哦。对对对对对，好、哦，这个是心灵相通题哦，一二三。毛巾真的太吸睛了，来你说你说，快到市场啊！来，恭喜你，来送礼物，但也要送下第一个礼物了，来送，来谢谢你，每个人都两题哦，谢谢。哎，我们右手边找美女哦，签收哦，来，我们再出一题，再出一题，对，再出一题，啊，更难一点的喽，再难一点的，来，我们一二三四五五个人的号码加起来多少？好。快点，不考大家心术，那个计算机拿起来。哎、欸，美女出问题，真的马上心算的吗？这么快？哎、欸，那个帅哥帮我们算一下答案是多少，快点啊！好快哦，上面的，我们真的不要考我们数学不好。201，是吗？真的假的？哎，算一下，其实我自己也没有算过多少，真的吗？真的假的？真的假的？是，好快哦！来，等一下。就82了呢，这样子200多，200多少？真的、哦？哎，你数学来过来、哦，这位同学，你太棒了！来，刚才谁答对的？自己承认。他在过来的路上。哪一个？在来的路上。哦、来，怎么那么快啊？哎，我们给他充满敬意的掌声好不好？来，是不是还在算？他真的还在算，我还在算，我还在算，我还不敢相信，怎么这么快就可以算出来啊？我没有想到有人可以这么快，真的哎，高雄人太优秀了。那是那一位吗？是那位同学吗？哦，是你吗？来，欢迎你上台，那个心算组的，哎，你真的看着那个海报，你都在想这个事情是不是？你好厉害哦，不用看哦，哇，真的，还是你会读我心，哇。这个太神奇了，谢谢，掌声鼓励，掌声，谢谢哇！我们数学题终于结束了，像我数学不好，终于呢，哦，可以深呼吸了。来，那接下来都会要帮我们出两题。嗯，我们第一题，嗯，我们很认真。这里是哪里？这里是哪里？什么城市？哪里？还是说这个案名？名字吗？一二三，城市。哦，城市，这是哪个城市？好，一二三，一二三，哈哈哈哈哈哈！好可爱哦！戴着帽子，然后挥着都会手扶的那一个，戴着帽子哦，就是这位吗？等一下，哪一位？等一下，哪一位？卡其色帽子啊，卡其色帽子啊，不是你，卡其色帽子啊，不好意思。来，都有机会，还有一题，他们一个人有两题哈，还有一题。来，你先说，你在哪里看到我们所有的乐天女孩？上台啊！来，你说。高雄。耶，高雄，来送礼物。来哦，我们请我们的翻译帮我们递上一下。来，谢谢。来，都会还有一题。来。第二题，我的号码是什么？号码是什么？哦，这题好清楚哦。嘿，对哦，真的哦，我们要那个看着那个多慧的脸说哦，哈。一、二、三。幸运女神哈，马上呢，我们里面控台就已经贺成交了哈，来恭喜里里外外。
一个数学的、哦，会害怕吗？可以。好，这个比较简单。哦，比较简单。好，我们达利未来是距离青浦捷运站几米？哦，这很简单哦。几米哦？看板都有哦。对不对？好了，准备了吗？来哦。哦，几米？对。好，有。一、二、三。我看到后面拿绿色手机的妈妈，是不是？绿色手机的妈妈。对，650米。啊，没错，恭喜恭喜！人家说散个步就到啦，650米哈。等一下，妈妈也可以进去荷尔城郊。真的，650米，这个对很多台北人来讲说，真的真的太近了。嗯、真的很方便，650米哎。而且小子自己也在看房，对不对？没错。如果房子跟你讲说，哎、欸嗯，我们家哈、哦、真的是散步才会到，但是我们距离捷运站650米，你会怎么说？超近哎、欸，捷运仔呀、啊，对，捷运仔，无误，对不对？来来来，哇，恭喜恭喜，恭喜恭喜，小子的第一题送出去了，很专业哦，650米哈、哦，没错，来，好，那我要再考一题，这比较简单啦，对。好啦，我的名字这一季换成什么名字？来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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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哦，一、二、三。喂，大声一点，大声一点，你们等下举手要说达利未来是好不好、啊？再一次哦，达利未来是喊最大声，我就选谁哦。一、二、三。手心手背都是肉哎、欸，不会你帮我选好不好？嗯嗯，哪一个？啊，你们手还在举起来呀、啊？不挥一下我怎么看到你？再一次，二三。哪一个？画面那个举着紫婷 Chloe 的那个手幅的那个人。好，来，我叫什么？也是在我们后排呀、啊，看台区的啦。哎、欸，我觉得我们乐天女孩哦，这个精神真的很好。哎、欸，你们家也是呢，所有那个啦啦队里面呢成员最多的哈、哦。我最喜欢你们就是呢，你们不分呢这个内野外野，你们的人数就有办法呢圈一圈，对不对？30几个如果都上的话了哈、哦，对不对？哦，真的会塞满哈、哦。来来来，我们呢？我们今天也有照顾到那个看台区的，看台区的在那那个在哪里？来来来，你在哪里？你走到人群的哪里了？哦，恭喜恭喜！小紫送出去他的第二份礼物了，谢谢。然后我们还有一位，对不对？他叫什么名字？好，那我要先问第一个问题。对，这可能有，如果不是住这边，可能有一点点难度。哦，我们最喜欢了，嗯，就是我们达利未来是附近最近的棒球场是哪一个棒球场？哦，对，如果在高雄要看到他们，哎、欸，不会看到他们，他们是主场，不会看到我们，主场不会，对。但是因为我们是支持棒球，對，对，要支持职棒的朋友。我们高雄的职棒场地在哪里？来哦，你喊一二三好不好？好，一二三。很难选哦，我觉得他已经站，那他好辛苦哦，他站很久了，他站很久了哈、哦。我们对，没错，恭喜你答对了。哇，这位不要学他哦，他干的是危险动作哦，不要学他。我们那个 trust 哈、哦、没有办法攀爬哈、哦，大家小心小心。来，我们这位同学刚才答对的，澄清湖棒球场的在哪里？维尔，哎，欢迎你上台，恭喜恭喜！哎，待会呢，我们还有最后一题，来来来，还有等一下最后一个机会哦。然后待会我们就要来抽，谁要跟他们一起玩游戏了？来，好，那这一题就比较简单。嗯，幸运最后一题，我想问大家，我是你们的小幸运，那你们是我的什么？哦，这个数到三哦，知道了，什么？一二三。哎、欸，你名字反而没什么人知道、欸。不是，是因为不好意思吗？太害羞了吗？哎、欸，后面有人知道。后面我想要那个举着。好慢
答错了呢。他不是说他是你们的什么？我是你们的小幸运，那你们是我的小心肝。对啊，好远哦，他走过来。这样可以吗？你有听到是谁喊你那个小心肝吗？有吗？来，真的，就是白色上衣那位在移动的先生，对不对？对，我终于知道他们为什么不好意思喊了啦。大家频频都是那个大哥大哈，对，这句话喊起来哈。你们不好意思对不对？我就跟你们讲，参加活动怎么可以不好意思呢？你看人家好意思的奖品就被拿去了。来，我们欢迎那位小心肝啊，不是啦，那位有喊对的那位，来，我们欢迎他上台。哎，真的是铁粉才喊得出来哈。啊，哎呦，海报，他一上来就说我有海报，应援周边我都有买，谢谢。我们通通送出去了，来，